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 Easter 放假的第一天，假期共有四天嘛，所以我就跟朋友准备一起去巴黎玩四天。现在是下午2点钟，我们马上就要出门了，因为我们是下午4点15分的飞，不是，火车。嗯，走，巴黎见，拜拜。我们现在要去马黑，是他不愿意带相机。现在终于坐上了火车，就非常累，这火车延误什么的，我还提着我的大箱子，但是现在终于 finally 上车了。比去机场 check in 什么的还要累。对，哎，听说你这个拍出来颜色不赖，让我调过。我们的火车延误了，要9点半才能到，然后我们本身定的10点钟去那个铁塔旁边，就是看夜景的那个餐厅，现在也没有办法去了。我对欧洲的铁路已经无语了，西红柿它没有一次是不出问题的，它一定要就是 cancel 一下 delay 一下，不按时出现才行。我们现在要在车上再待2个小时，但是我们已经进法国了。我们现在坐上 Uber 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刚刚在那个火车站高度紧绷，就是怕被偷。I see the crystal raindrops fall and the beauty of a door is when the sun comes shining through.Rainbows in my mind when I think of you sometimes. I wanna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. 我们现在终于出门了。我们打扮了2个小时吧，大概。我们现在要去马黑，就是逛一逛，然后吃饭什么的。本来是明天去的，但是明天又周日都关门，就今天去了。感觉匆匆忙忙，因为真的很匆匆忙忙，好吗？我们今天早饭都没有起来吃，因为昨天真的太，就昨天真的很那什么。明天一定起来吃早饭。我们现在去马黑，突然间穿我的衣服。我们现在去吃那个鹅肝，一家非常红的鹅肝，然后一开始订不到，被我订到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饭。博奇拿着我的相机，是他不愿意带相机。我们今天要去坐观光，不是巴士上的米其林。嗯，其实我们应该把东西都放鞋里。我们今天穿的非常的上班了，上班，真诚为您服务。滴滴快车为您服务。对，然后我今天就说很美，好吗？我们到凯旋门，就是对，看过了，不错。我们现在要去坐那个巴士，吃那个午餐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吃那个午餐。然后我们刚刚在街边拍了一点，就是说写真照，刻意拍的写真照，就是很美，好吗？车了，
就是一个游客的大动作。然后我们现在开车了，巴黎女人。我们现在在观光巴士上，这里是凯旋门。是 appetizer。It's harder to see how much you mean to me. It's alright. It's alright. 我们俩现在太热了，像世博会一样，真的很热。现在来买哈根达斯，因为外面真的太热了，就出了一身的汗。我想吃一个球，我想吃一个 lemon， 然后一会儿要去那这有一个那个 Arabica 的那个。巴黎真好，什么都有，连那个 Arabica 都有。热吗？有点，蛮热的，热死了。我们来吃哈根达斯，嗯，也很热。